充满病毒的空气，最近每天的对比，我疯狂打着哈气，对到鼻息很得体，费力费力流鼻涕，咽核酸不容易，我的鼻孔啊没办法休息。听到停课的消息，学生们都很 happy， 留在家里没关系，为什么一直对比？大人们又发恭喜，出门要靠勇气，对到我要大叫 Kimochi， 爽啊！不要对我了，不要对我了，不要对我，不要对我了，不要对我了，大干哈气了，大干哈气了，每天和尚大叫都来了，烟火也来了，不要对我了，不要对我了，鼻孔龙被你们抽干了，他妈靠背了，我流鼻涕了，我流鼻血了，恭喜不干了。鼻哥窿都敷咗几寸，爆晒工出去点计算？你的健康吗？思虑不代表你能出去，如果你真的出去，戴上口罩是必须。超市里很多安体，抢东西很牛逼，人群聚集于是进了汤匙。有人快测都阳性，也要上班很努力，有情侣测到阳性，他们之间没关系。如果不想被隔离，今天要对多起，我想旅行但还要等清零。哎呀，不要对我了，不要对我了，不要对我，不要对我了，不要对我了，大干哈气了，大干哈气了，每天和尚大叫都来了，烟火也来了，不要对我了，不要对我了，被恐龙被你们整干了，他妈咖啡了，我流鼻涕了，我流鼻血了，空气不干了。